草从地里面挖出来，它可能泥巴至少要洗上五六次它才干净，因为它表面当然很多泥巴。用盐拌一下先。啊，把这个洗一下。我们这边都喜欢放这个剁辣椒，味道非常好，又酸又辣。本身侗族人就喜欢吃酸辣的，当然也可以放点佐料也行。好像不够啊，再加一点。就这样腌制一会儿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柴火煮的柴火饭，小的时候经常收这个米汤水来喝。小的时候呢，经常拿这个米汤水放一点白糖，就这样喝，特别喜欢啊那时候。不像现在还有牛奶喝呀，以前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东西了。好久没有喝这个米汤水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这就是我们的柴火饭，上面是锅巴。今天家里来客人，就把昨天挖了这个鱼腥草做了一份呢，招待客人。我来尝一下，而且没得感冒的味道，是吗？特别香，这锅巴饭。我们之前有一期视频做了一个抽奖活动，有很多朋友都参与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在这个63位参与活动的朋友们，抽取一名幸运观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。现在要从这里面抽取一名幸运观众，先把它盖起来啊，把它摇均匀一点。好，把它面对你们啊，好像是看不见的，我准备随便摸一张，随便摸一张。好，我们有一张，恭喜这位幸运观众。似水流年138，恭喜这位朋友，请加我的微信，把地址发给我。当然没抽到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了，快过年了，我们还会有很多礼品要送给大家。